好多謝兩位詩人 Megan 同埋 Darren。 各位來賓，各位橋團領袖，各位中華公所的董事同埋寶眷太太，大家好，大家今晚大家晚上好。首先呢，我要同大家講兩句恭喜的說話，恭賀新禧，大家虎年得意，虎虎有威。OK， 我哋非常之高興咧，得到大家嘅支持，今晚嚟到呢度參加中華公所同仁一齊喺呢度做個新春團拜。每年年初二，柳英文中華公所咧係定咗咧年初二係做春宴嘅。呢個係1994年開始咧就成為一個傳統嚟嘅。咁由於新冠疫情嘅問題咧，我哋今年咧就冇辦法好似過去傳統咁應承嘅辦法，而我哋為咗大家嘅減少為數咧，我哋準備咧就係請大家縮小咗呢個範圍，就請大家食餐飯，高高興興喺度團拜。就由於呢個原因咧，咁簡單啲咧，就希望大家原諒下嚇。為咗減少為數咧，我哋呢個中華公所幾個職員就決定咗咧，就唔請外賓嘅，所以我哋今晚就擠擠一堂，就有十張台，120人左右咧，就喺呢度慶祝下，咁就享受下帝苑酒樓嘅豐富晚餐。就最後咧，我就多謝大家嘅留言，再次多謝大家嚟，祝大家萬事勝意，心想事成，生意興隆，財源廣進，最緊要咧係身體健康，好似只老虎咁雄壯如虎。多謝各位，多謝各位。On behalf of the CCPA, thank you everyone coming tonight.